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Moni。我最想去的城市，我最想去英国。因为点解？因为我喜欢那个明星 Eddie Redmayne 咧，佢系英国人。最大可以相差几多？十年都 OK 嘅，冇问题。Eddie Redmayne 都同我相差十几年啦。如果有个男仔搭地铁喺我前面冇拉裤链，是我很喜欢的类型，我会走过去帮他拉回拉链。有同性朋友喜欢我，看看他靓不靓仔。如果他的样子好像男仔那样都 OK 的。我中学都试过喜欢一个同性的同学的。男朋友和我拍亲密照片，亲密有几亲密啊，就是陈冠希不要。那如果我跟他分了手，他很生气拎我的照片给人看，那怎么办？我的内衣裤啊，我都不知道，靓就买了，没有说什么类型。我有一条海绵宝宝的底裤的。如果想看更多我的拍摄花絮，可以 click 入北部的 Facebook page 和 YouTube channel。